尊敬的邱总干事，丁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声音听得到啊？首先祝福大家因为刚好今天是元旦，俗话都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在一年的开始，我们能够很好的来立下自己的愿望，在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就很有方向，很有目标。因为时间在过，确实是很快。我们每一天都会念这个普贤菩萨警钟记，菩萨提醒是世日已过，命亦随减。那我们现在是元旦呢，那应该算是四年已过啊，所以我们对新的一年呢，就要倍加珍惜啊，因为承德看下来，我们诸位同修啊，都算是中年人以上了。老和尚说人一生啊分春夏秋冬啊，20岁以前是春天，20岁到40岁啊是夏天呢，40到60是秋天，60到80呢是冬天呢。承德是刚好50啊，是中秋了。那中秋也离冬天呢不算太远了。而且这个中年呢已经没有太多一年了。所以修行人呢我们得很有警觉性啊。这个师长呢有一年对大众啊有开示到佛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说除夕啊都会带着大众反思这一年啊走过来的路，有哪一些要反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新的一年呢不要再犯这些问题。所以总结一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佛门常说忏悔啊，这个忏悔是后不再造啊。假如我们前一年的错误呢我们继续还造啊，其实这个也不够尊重自己了。人生难得啊，
佛法难闻呢、啊。我们很珍惜自己得人生闻佛法的机会，我们就会很慎重啊，自己的法身慧命啊。还没有遇到师长以前呢，这个我们在坊间呢，有看到书，当时候记忆很深呢，有看到佛门讲的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呢。代表人生努力一生呢，什么都带不走，身体都带不走了，身外之物那就更不用谈了。所以师长老人家常说，看得破，放得下，来看破啊，是明了了，明白人生的真相啊，就是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能把人生的最后一刻看清楚啊，再回来经营人生，很不一样哦。最后一刻是什么样子啊？双手双脚一摊，什么也带不走。那我们看清楚了，就会思考啊，什么是带得走的？不能一生努力的都是带不走的，那白努力了，而且太牵挂带不走的东西啊，它会变成我们的新的牵挂累赘了。尤其啊，我们得人生闻佛法非常不容易，又能听闻呢师长教导我们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呢，就像《无量寿经》说的，我们能闻此法门，闻此经典呢，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彭基勋居士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代表呢我们无量劫善根福德啊，积聚啊，这一生能闻到当生成就的法门，是积聚了很长劫的福报啊，才能遇到这个法门。假如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啊，那这个福报啊，就化掉了。就像父母劝我们是我们的福报，我们没有接受，这个福报就糟蹋掉了。我们遇到师父上人是我们的福报，你没有福报还遇不上啊。你看在佛陀那个时代，真正见过佛陀的在
这个王舍城也才三分之一遇过、三分之一是听过，三分之一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个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极乐世界。其实啊，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遇到师父上人这样的大善之事，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呢，能接受父母老师的劝导。因为我们接受父母老师的劝呢，我们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了。所以师长常说，福在受戒，福气就是能够接受父母老师，尤其这个师长老人家，他讲经说法60多年了，很慈悲，每一次讲经都是用他一生修学的智慧在护念我们弟子们的修行之路。我们真听他老人家教诲啊，那决定啊，万修啊，万人可以成就。因为老人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遇到张家大师了。张家大师教导师长学释迦牟尼佛，师长也秉承师命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呢都没有改变。那弘法讲经啊，62年，那接受了方教授、张家大师还有李炳南老师教导，在佛陀啊灭度3000多年之后，效法释迦牟尼佛，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佛在3000年前讲经说法49年，跟师长在3000多年之后讲经说法62年，大家觉得哪个时代比较难呢？佛当时候示现的时候那个时代印度是宗教之国受到大众只要是修行人大众都非常恭敬。那3000多年之后，大众不少是误解佛法，所以在3000多年之后弘扬佛法还会被当成迷信吗？所以3000多年之后弘佛法难度啊是比3000多年前要难。那老人家一生呢也是遇到
很多的挑战。那啊，师长啊，也都是保持他当初的发心，坚持啊，弘法一生。而且尤其啊，在晚年啊，专弘汇集本，尤其又有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所以夏老的汇集，黄念老注解，包含海贤老和尚的表演，那老人家85岁之后啊，又是专弘无量寿经科注，当初一年呢，讲1200个小时，把这个无量寿经把净土法门都讲透彻了。因为我们没有出轮回啊，问题就没有解决。所以佛门常说啊，死生事大，轮回路险了。所以藕益大师强调啊，我们在末法时期净土团体的修行啊，所四个原则叫净色明，净土的净，社团的社，座右铭的铭，这四点呢，对我们修学是很重要的指导。首先第一个是净土为归啊，这个归是归心似箭的，要求往生，真心切愿，有一个切字啊，恳切。那我们假如恳切啊，求往生呢、啊？那这个世间的东西啊，我们就要放得下，这样才是啊，归心似箭呢。这个净土为归，对于我们做义工啊，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义工啊，跟求生净土啊，这是一件事哦，不是两件事了。假如是两件事啊，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了，求生净土了。就像这个18愿讲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那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假如我们在做义工，我们还有想到，哎，我还想求人家赞叹，我还想求啊未来的果报，那所做就不是功德了，它就翻转成了轮回的善报了。所以我们时时求净土为归啊，
那所做一切都是回向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叫正住双修了啊。正修是念佛，住修就是啊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那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世间呢，什么都带不走，那我们只要对这个世间呢有留恋的话，那留恋的人事物啊，它对我们就是一种障碍啊。祖师啊都有提过说啊，娑婆有一爱之不亲啊，临终被此爱所牵呢啊，所以省多爱乎啊。世间还有人事物啊，会留恋，会贪爱啊，可能临终啊就会被这个牵了。哦，所以我们啊，在家庭当中修行啊，在家庭的因缘呢，啊，也是要练放下。啊，在佛门讲吉祥离相，面对儿女，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一个因缘，我们是在这个因缘当中啊，提升自己，然后护念孩子。那我们不能着了相啊，着了相之后呢，会变成牵挂孩子越来越重，那这个变成情执啊，会在这个因缘当中啊增长起来了。佛门有说呢，般若为导啊，五度如盲啊，叫般若为导，般若为眼呢，五度如盲啊，五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有般若呢？那前面的五度啊才是波罗蜜啊，才会帮助我们了脱生死啊。假如没有波罗，我们有着相了啊，增长情执了啊，清这个心不清净了，那这个都变成是福报了哦，这不是功德了哦。所以这个在因缘当中啊，等于我们要能关照到心念，要能够越来越放得下，越来越清净。那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家庭或者工作的因缘当中啊，我们的佛号啊要越来越提得起来。在因缘当中啊，我们真心啊去付出啊，那付出完了，我们不要一直牵挂一直想啊，这个时候佛号啊要提得起来。
那这个藕益大师讲的净土为归，那观心为要，就是我们在这些境缘当中能关照自己的心，不要增长了情执，增长了挂碍，那持戒为本，戒为无上菩提本，持戒念佛啊，我们持戒呢，心才能清净。那持戒是摄心为戒，我们身口意三业能够摄受住，尤其这个意业呢，不要妄念很多。其实念佛啊，就是最好的方法了。那第四点是善有为依，在末法时候呢，大家能够依众靠众，在持戒当中啊，佛门有说呢，孝名为戒，一名至持，孝就是戒的根本，因为我们能提起孝心啊，我们就不愿意起恶念，造恶的行为。而这个孝在延伸呢，无量寿经当中说的，当孝于佛啊，常念施恩呢。那我们孝亲尊师啊，这个是持戒的大根大本。那当然我们尊师表现在我们对师长的教诲很珍惜，我们愿意依教奉行，就像无量寿经当中讲到，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那这一品经啊，也是佛对弥勒菩萨还有对当时候的弟子的一个嘱咐。因为这个正法的红船呢，影响这个大众啊，是能够提升还是堕落了。因为众生呢，假如没有闻法的机会，他没有办法明白是非善恶邪正利害啊，那他很难不受这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就难免呢会随波逐流了。所以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讲经49年没有间断，那师长也是弘法62年，所以今年7月26号，师长老人家圆寂了。那老人家一代十教，包含呢
老人家提出了很多救世的理念，这个对于这个时代甚至是后世的众生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法身设立啊，因为师长老人家他所处的时代啊，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了，像到承德这个算孙子辈的了，我们这几代啊的因缘啊，那没有办法跟师长比了。所以我们得三到五代人的努力啊，才能够再出啊像师长这样的高僧大德。所以师长这一代十教啊，我们要很好的把它继续啊发扬下去，尤其在末法异义人修行啊，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这些话对于我们末法修行啊还是很重要。像黄念祖老居士都讲到了，他老人家说，我斗胆的说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要出轮回啊，他老人家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末法时期这个净土成就啊，这很关键的。而老人家也从世界的角度啊，提出了很多解决这个时代的方法。像老人家有提到了，现在所有社会的问题啊，就是东方忽略了儒释道的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师长这一句话其实已经点出啊问题的根源所在了。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呢，从个人的身心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啊，看起来好像在事项当中好像很复杂都没有离开啊是人心的问题。但人心呢，它要透过经典的学习因为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了。就像承德自己呀，还没有遇到师长以前，也是随着社会的风气，也是随波逐流了，出社会也都是想
还能赶快赚到很多钱呢、啊。哦，那遇到师长了，这些思想观念呢，哎，才有机会来厘清，来搞清楚。哦，不然这个社会啊，功利的洪流啊，哦，这个力量啊还是很大的。哦，那个啊，科学家啊，他们有做实验，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啊。平均一天笑180次，成年之后啊，平均一天呢笑7次，哎，这个现象啊，这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哎，那代表。人会越来啊，越笑不出来了。哎，可是人还是很努力啊，每天在学习啊，每天在工作啊。哦，那假如结果是越来越笑不出来，那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了。哦，所以没有停下脚步来，冷静思考啊。很可能这些社会普遍的情况啊，我们会跟着这个情况去发展的。好，啊，有一个统计啊，提到19世纪最大的挑战呢，是心脏病。好，20世纪啊。最大的挑战是癌症啊，21世纪啊，最大的挑战是忧郁症。啊，人假如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啊，有很多事情他都想不通啊，哦，慢慢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啊一直积累啊，到最后就会产生这个现象了。哦，所以师长常说理得心安呢，啊，我们有很多道理啊，能想得通，哦，能看得破了，这个心才能安呢，哦，才不会有很多忧虑牵挂，哦，那师长呢，为这个世界啊，开出了很多解决的良方，啊，像啊，师长的宗教团结呀，啊，就是从我们新加坡做起的。哎，这个成果啊，非常可贵，哦，而且这个成果啊，也影响到很多地区，包含马来西亚，包含澳洲，那甚至于我们现在在英国，威尔斯啊，兰彼得，啊，市长有办英国汉学院。那里也是不同种族宗教，我们也希望啊，在那里都能够落实老和尚的理念，因为老和尚有讲宗教与宗教，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可以重新走回和平。这些理念呢，都是师父的智慧还有慈悲啊开出来的良方哦。这个是很稀有的。那老人家圆寂之后啊，那我们以师智为己智啊，继续把师长提出来这些救世的良方啊，我们能够把它发扬光大，以师智为己智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就好像佛陀涅槃之后，整个佛法透过他的弟子再把它传播到各地，甚至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国度。那师长这样的大善知识很难得，我们把他的经教甚至这些救世的理念呢，也透过我们可以弘扬开来。刚好上个月马来西亚金钟学会他们有办两年一次的联谊会，那在马来西亚金钟学会方会长那带领全国几十个金钟学会大家一起在讨论呢，师长有哪些救世的理念，大家一起探讨越来越清楚，那看我们自己包含我们所属的团体在做师长的哪一些理念呢，我们的因缘比较成熟，我们就可以承担起来。当然不可能说师长每一个理念我们都要做因为也要度德量力呀。那像我们国际多元文化教育促进会这是我们刘廷华会长还有我们邱总贤抗力他们一直在很多年了都在努力都在做尤其在新加坡做多元文化教育很有意义因为这个国度也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聚在一起了而且九大宗教团结就是师长在新加坡成就的当初师长是讲华严经华严经是世事无碍啊那这个世界上呢一般呢都觉得宗教跟宗教是最难沟通的就一般会觉得这个是很高度很难的一个课题了那师长刚好讲华严然后又很短的时间呢就把九大宗教团结起来了那就把华严经展现给我们看了承德是感受
我们遇到师长呢，确实是很大的福报啊，因为师长他讲得很圆满呢，啊，叫《华严经》啊，《无量寿经》啊，啊，讲得很圆满，而且呢，师长是都把《华严》《无量寿经》呢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假如静下心来啊，观察师长的行仪呀，啊，那跟普贤行啊。都是完全相应的，所以我们读大乘经典或者是读《论语》儒家这些大经典呢，只要想一想，师长是怎么处事待人接物的，怎么生活工作啊，好像那个句子就活起来了，因为我们跟着他老人家多观察了，就知道这些经典呢是要怎么落实下来的。所以这个理念这个是从新加坡做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发扬光大。那当然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得看懂师长是怎么做到的。当然这个我要多请教邱总干事他们先更厉害，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啊。目前当目其心呢，我们得观察老人家在这些因缘当中的存心。效法他老人家的心境心量我记得好像有一次这个有弟子跟老人家请示有其他宗教有需要帮忙然后这个弟子就说我们是不是支持多少？那师长就问说：“他们需要多少？”然后接着说：“那你这里有多少？”后来问完之后说：“也全给他吧。”在这个谈话当中就是老人家是先人后己呀。把别人放在前面了那不同种族宗教都会感动了这叫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承德也曾经跟随师长到过印尼印尼人民有说这个净空老法师呢比印尼人还爱印尼人呢那像李炳南老师他是山东人呢后来在1949年到了台湾呢在台湾教化38年都没有间断的李炳南老师是比台湾人还爱台湾的所以特别感动他所有这些学生甚至于台湾人民所以李老师长这些表法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师长也说到这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这句话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啊。假如一个人没有承传文化了，那就没有灵魂了。所以师长很担忧，师长说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中华文化传下去。哎，这一念心啊，跟我们的古圣先王是完全相同啊，担忧苍生啊。好，孟子当中有提到啊，尧舜他们担忧什么？担忧老百姓啊，饱食暖衣啊，吃得饱，穿得暖，啊，逸居而无教，啊，没有很正确的人生目标，啊，哎，每天就想着吃喝玩乐，啊，没有做人的教育教他们的话，则敬于禽兽。所以故圣人有忧之啊，你得了人生，闻了佛法啊，得了人生啊，做了中华儿女了，但是没有祖宗的教诲啊，那也会沉沦啊，造下三恶道的业因哦。你看现在整个风气啊，师长有讲过啊，现在你假如年轻人不赶快让他接受老祖宗的教育啊，那他就归二郎神管了。二郎神是豺狼啊，哦，还有色狼啊。他没有正确的观念呢，他很容易受这些风气啊影响了。哦，我们有时候听到啊，年轻人不懂事啊，堕胎三次五次的都有啊，一次就不得了啊，啊，从佛经上看呢，这个是地狱业报啊。你看他不懂，他人生才刚开始啊，二十几岁啊，可是造的业已经把他人生的福报折掉一大半了。所以把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啊，能啊，让年轻人呢，啊，有机会接触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刻不容缓。那我们啊，这个丁会长啊，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啊，那这一次我们的课程啊，是由两个单位啊，大家一起来配合。啊，我们晋中的体系啊，师长的体系呀，啊，是各自独立。下一句也很重要，啊，不能只有上一句没有下一句啊。各自独立啊，相互支援。所以只要是师长强调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能够互相来协助，来配合。我们新加坡这个国度啊，算是
非常特殊，也是很有福报。这国度啊，治理得很好啊，这个治安呢，在世界当中都是让人家很称叹的。而且这个国度是华人占多数啊，所以应该老和尚有很多理念呢，在我们这个国度啊，是特别能够把它生根哈，把它做成好的表法。我看大家都没有点头呢，我就看我们邱总干事跟丁会长一直在点头啊。那还是大家已经入了禅定的境界了。我们传统文化常说见义勇为啊，这个仁义礼智信啊，叫五常啊，这个是当人啊，就是有这个五戒五常啊。所以对家庭对社会重要的事啊，我们都要把这个责任呢，把它扛起来。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多义工啊，来投入这一次的活动，都是有大家的发心啊，我们这些缘分才能够促成。那我们在做义工的这个因缘呢，我们有很好的心态来护持课程，那我们就在当义工当中啊，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服务好大众，那大众呢，接触到我们，都很欢喜，都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啊，他感受到佛法，感受到传统文化，就像我们这个佛门第一堂课啊，是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弥勒菩萨在古代啊是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是面上他是笑口常开，他大度能容。这个笑口常开，佛门叫面上无嗔供养具啊，我们脸上没有嗔啊，没有杀气啊，很欢喜去服务人呢，那这个就是供养啊，广修供养就是普贤行了。所以我们做义工啊，就是在落实普贤行。那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说到啊，人在临终的时候啊，什么都会坏了，这身体也会坏掉了。家亲眷属啊，这个缘也都要离开了，都会坏了。但是呢，普贤的功德力，普贤行的功德力啊，不会坏。
这个功德力啊，会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无量寿经》第二品讲到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那我们求往生呢，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了。那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啊，这个频道啊就要接上了。哦，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啊，啊，这，新加坡的电视有几个频道啊？台湾有100多个，哦，有点眼花缭乱。哦，哦，那么多个频道啊，你按要按对啊，哦，那个频道就接通了。啊，哦，所以我们一般要按哪个频道呢？啊，按48频道。哦，这个。48愿啊，来，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生则决定生呢，啊，为什么一定生呢，啊，因为还没往生呢，啊，这个频道已经接上去了，啊，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呢，啊，都跟普贤十愿相应，哇，那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哦，所以我们这一次从筹办哎，到课程到会后，哎，这个普贤十愿呢是指导我们的。课前我们有一些开会啊，预备啊，让事情呢推展的有条不紊啊，叫凡事预则立嘛，那这个都是对这个因缘的礼敬，看礼敬在里面了。那在做的过程，哎，我们看到义工同修的优点，我们及时肯定，及时赞叹，也是称赞如来。好，那在配合的过程，你有一些宝贵的经验，你很无私的都拿出来供养，这叫广修供养。有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说首先道歉，哎呀，这是我做的不好啊，这叫忏悔业障。哎，不是先指责别人了，各自责啊，天清地宁，各相责呢，就天翻地覆了。哦，就像我们有时候针对一些事啊，在探讨，开个会。开会的时候啊，我们上去，哎呀，这一件事啊，我有什么不对？哎，下一个人上去了，哎，你们已经挺不容易了，哎，我们有哪些不对？哦，那这样开会就越开越有智慧了。啊，假如第一个说你们是怎么搞的？第二个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就越开越误会了，越开最后变成批斗大会了。所以你看普贤行很重要，称赞如来。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说，贤人真罪啊，
贤德的人真罪啊，是我不对啊，愚人真理啊，变成都是在争啊，道理都在我这边，都是别人错啊。哦，那这样很可能就变成互相指责了。哦，所以我们啊，这一次啊参与啊义工的因缘啊，我们用服务的态度啊，服务好。每一个有缘的人啊，这个真诚爱心去服务啊，这个就是广修供养。哦，那当然啊，师长常说啊，立誓练心呢啊，我们也在这个因缘当中啊，练我们的真心啊，练我们的柔软心啊，练我们设身处地的心啊，练我们呢不动心啊，遇到任何情况啊，不要发火。这个做义工是难得的缘了，一发火了呢，这个功德就烧掉了，一念嗔心起，就火烧功德林了，所以我们平常在家听经啊，念佛啊，那遇到做义工的缘呢，就是检查检查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修行的状态，这是很好啊，勘验自己的机会啊，有服务的心态，还有借由这一次服务啊，勘验自己的修学状态。哦，那同样的也是啊，参学的心境啊，我们会面对很多啊配合的义工啊，我们也会面对社会大众啊，那我们是善财童子啊，五十三参的心态来做，那我们会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东西，这个见人善即施己，哦，这个一个活动办下来，我们接触的同仁不少哦，能够体会到每个人的优点啊，进而我们来效法。那见人恶啊，即内省。那我们同样啊，都有收获。哦，所以师长在讲经当中啊，常常都会提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提的次数越多啊，就代表很重要啊。哦，这个我们要体会老人家的用心哈。师长是有说啊，佛陀啊提越多遍呢，就代表那个是最重要的。那同样的，师长提最多遍呢，也是最重要的。
善财童子他表的法呢？这个我们要看得懂，因为其实佛菩萨的表法都是为了成就我们每一个修学的人，我们要珍惜他们的表演，不能糟蹋掉了。你看佛在忍辱仙人，他遇到割力王，哎，诸位同修，你们有没有遇过割力王？有没有人割你的肉？没有吧？你看我们都没有遇过这么难的。你看佛他面对这个境界啊，面对这么难的逆境恶缘啊，他快速提升，本来是在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超越了。那这个提醒我们，逆境恶缘有没有可能障碍得了我们？不可能，境界没有问题，我们用对心了，在境界当中提升上去了。哦，所以这个表法我们看懂了，那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修忍辱了，而且体会到一切境界都是来成就我的。像《法华经》里面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是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呢，见到众生呢，他就给人家顶礼，你有佛性啊，你一定可以成佛。哎，这个菩萨的表法给我们什么启示啊？不能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啊。但是我们还没学佛以前呢，可能有一些分别的心哦，比方说《弟子规》说：“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这个看到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哇，很热情哦。哎，看到没啥名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我们会修行啊，是在境界当中放下分别执着啊。假如我们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心不够平等恭敬啊，那我们哪怕做义工是修福了，因为心有分别了，就不是功德了。我很年轻的时候还去过道场啊，因为我没有什么 background 啊。也没人认识我啊，我也没有认识哪个法师啊，也没有认识哪个会长啊。我去了之后啊，人家查一查我没什么背景啊，就给我调房间了。本来还搞不清楚这个人是什么底细啊。哎，啊，就把啊，本来是有一点 VIP 的房间的啊，后来就调到大通铺去了啊。哎，但是我没有受伤啊。哦，哎，在境界当中提起老和尚的教诲，就比较不容易受伤了。哦，哎，他也在教我啊。教我啊。这一辈子不可以大小目不可以看官不看家，
因为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那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所以要礼敬诸佛。哦，我们不能跟着老和尚没有学到他的心法。你看老和尚，我们观察，啊，比方说我们到他老人家的六合院，哎，你们吃饭没有啊？吃了吃了，司机吃饭了没有啊？关心的很细致啊。啊，出国去了，哎，好像谁是第一次出国啊？跟上没有啊？哦，包含有一次跟着老和尚回六合院，遇到小朋友，老和尚，哇，好乖好乖，明天给你们糖吃。一进门啊，马上交代弟子，赶快帮我准备糖，放在这里。哦，不能失信于小朋友啊。我们看师长呢，对每一个众生都非常恭敬，哦，所以这是常不清菩萨的标法。哦，你看阿难尊者的标法，我们要看懂啊，就不能跟师长搞情执，是吧？不能依靠师长啊，应该勇于承担。阿难尊者做了七个梦啊，其中有一个梦就是须弥山在他的头顶上，他把它撑起来，好，不觉得重。佛说啊，这个意思就是佛法要靠你传承下去了。有没有哪一个同修最近做梦，梦到须弥山在自己的头顶上？哎，师长常常教我们要直下承担，哦，哎，这个都是阿难尊者的表法，哦，那善财童子是什么表法？善财童子是表当生成就的人，哦，诸位同学啊，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去哪里啊？哇，你去了就成佛了，去了就圆正三不退了，那代表你是你的目标是当生成就呢。所以善财童子表的是当生成就的人，所以我们照照镜子，像不像善财童子啊？这个表法很重要的啊，善是善根，财呢是福报德能啊。因为善财童子啊，他的态度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只有自己是学生。他因为有这个心态啊，他所面对的每个人每件事他都学到东西，所以他参一个善知识，他就提升一个境界；参一个，他就提升一个境界，所以他能当生成佛了。哦，所以我们来做义工，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哦，那这样啊，哦，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了。哦，在这个因缘当中，我们就有很大的提升了。所以服务，然后自我勘验考试，还有参学的心态，再来一个为人演说，哎，我们很有使命，哎，我们做好榜样，不管我们负责的工作是在哪一组哪一个部门，我们都把普贤行落实了，这个就是为人演说了。
这个就是广修供养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做好榜样啊，这个功德最大啊，而且让大众呢，因为我们的因缘呢，他的信心呢立住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他信心能立住了，他就有继续啊深入学习的心，假如我们没表好法，他们没信心了，可能他这个法缘呢就很难延续下去了，所以我们有服务大众的机会，要自我期许，大众对佛法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啊，立在我的一言一行当中，就像师长常常启勉我们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好，那就以这个四个心态跟大家共勉。万法因缘生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护持，成就我们这一次的因缘。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